狂犬表情包第三弹又来了，这次你别想做什么小动作，我才不会上当。别废话了，直接开始。你过来啊！第一轮，又是辣椒，我这挑食的毛病都要被治好了。你还对什么挑食？我通通记下来，留着下次用。家人们，你们还对哪些食物挑食呢？别废话了，快吃你他妈的！第二轮。还不错，就是这个天吃了有点冷。别装了，大家都懂你的意思。Nice。第三轮，我还以为能选到大餐呢。有泡面就不错了，还挑三拣四。小时候的愿望是天天吃泡面，现在愿望实现了，只吃得起泡面。